呀，说怀孕来了，妈的！开台，亏呀，好，亏呀，亏起来，好，好，亏呀，好，好，明天讲话怎么的？就八点啦，小雨拜拜，拜。这是什么猛禽？好可怕啊！猛禽，我是不小心掉进来的，我害怕。你的下面，为什么你在下面啊？床身在下面呢、啊？为什么你在下面？哈哈，我他说我的床不见了。哦、啊，会不会被挡阻挡了？被盖到、啊、那个方块吗、哦？你的床被猛禽睡着了。猛禽，猛禽是旁边这只啊！不，莫名的困在里面。我们有谁是鸟吗？大老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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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鹰不见了啊！出不去，怎么了？大老鹰怎样？我已经完全放弃挣扎。没有，没有，没有，这怎么有小麻雀啊？小麻雀？你在说你自己啊？没有，我是大麻雀。哦，是啊。那你很虽小吗？麻雀虽小吗？啊，五脏俱全吗？巨小次郎，五脏小次郎。火箭队，火箭今天可以有初始物资，好哦，燃烧起来，烧烧，战斗的过程当中，哇哦，也都有这个好烧，燃烧西瓜可以使用，哦，原本要燃烧木棒，然后就有人这个最后才加加，就变成他了。是不是低速用的？低速用的对不对？低速，谁叫你那么慢？那就变成燃烧西瓜。用什么打都可以，但是就多了这个燃烧，而且它燃烧二哦，所以烧尾，烧爆，超级烧。低速应该很喜欢。呛辣小西瓜，呛辣小西瓜，什么呛辣小西瓜？他已经拿出斧头了哦，一点不妙。那个斧头颜色没有，那就马上开始了，随机分配。对了，我很期待可以拿这两个。哦，没有快速的哦。好，快点，哈基快一点，哈基快。我很期待一手拿这个，一手拿那个。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分分分，下楼下楼，红色下楼，红色哎，讨厌。红色下去哦，那我不用动。下楼，我也不用动。四种下楼啊，不是我们下楼，还是我们这是不一样。确实是有字样，那是我们啊。我这是规则不一样。啊，不是巧克力那队才要动吗？对啊，红色人车。红色，哦耶！跑来到喉糖吃。到喉糖，我还在努力搓我的伺服器。伺服器。哎呦喂啊！吓死我！声音怎么那么大声啊？旁边有洞，旁边有洞，有洞，大洞，深坑，臭豆腐。烤鸡。哎，你拿那个拿西瓜打鸡，它就会有那个了。哦耶，烤鸡！哎，所以那个是拿在手上去打的吗？对对对，它是武器。你知道我刚刚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讲这个关键字？可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那是干嘛用？没有，我跟你讲，一定是迪叔，迪叔说他吃下去是会全身着火。不会啊！哦，吃下去就正了。那我需要牛奶解辣，你可以放水就好了。你觉得牛奶比较有用，还是那个啊豆浆？我觉得牛奶。我没有试过，因为豆浆很容易坏掉，所以我不会随时有豆浆可以拿来解辣，所以我没试过哎。我觉得差不多哎，两个差不多。真的？一个是放了，一个是植物蛋白质，一个是动物蛋白质了。嗯，我觉得味噌汤很强。真的假的？为什么要突然一个味噌汤？第三个就是在很多年前，就是很多年前，不是有那种什么吃辣挑战的时候吗？哦，十八禁各种各种秘方吗？十八禁什么东东啊？十八禁辣辣挑战。对对对，我那时候吃咖喱呀，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试各种，我觉得味噌汤很强，可是味噌汤又是冷的，因为我那时候喝热的味噌汤，我差点死掉。哦，对，你是热上加热，好像我又感觉好烫哦，这样。救命！你干嘛？僵尸，僵尸，东东。僵尸脆，我打这个打你啊啊！哇，宝宝你怎么了？寶寶你怎么受伤了？宝宝，我被他挥到一下了。哎呀，再送你一个石头，这不是轻松高效、哦？哎、欸，不是啊，他那边一堆僵尸跑出来了，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一块钱哦。哦呦，
哎呀，怎么那么多？有飞框是不是？有。左边有打僵尸会慢慢附近生僵尸出来，他会召唤十六格内的僵尸。啊！我啦，烧起来了，对啊。不是我跳到明年的啦。哎，刚有规定说只能拿那个东西打人吗？没有。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不敢碰他了，我会想。我帮你做一个熔炉，放心。我做好了。嗯，好啊。小雨还在下面。我摔下来了。救救小雨！我上不去。这样子也没有人打得到你。可是我自己摔超痛。那你在那边好了。啊，有了，这有了，这有了。我会在你的翅膀上签名的。不要啦，你字太小了。签一签就把翅膀戳破了。对。啊，戳破怎么办？啊，再用一次。你在哪里？我丢物资下去给你。有，我爬上来了，我爬上来了。你怎么那么厉害？他旁边有一个泥土，我挖上来了。高明啊！欸、那个我铁自己做盾哦。回家。好呢，我拿哇哦，我拿了两个。阿基，我帮你做一个，好吗？好啊。我来哦。小雨来了。没事。哎呦，没事。阿基你在哪？我迄个代志。哎呦。让小雨那个是啊，那个他团队，不要不要讲话，要被杀，要被杀掉了。他自己在哪？他不是你心里？我在麦块里面啊。好合理哦，太冷了。那我把盾牌给喵哈。好。那你要不要拿过我拿过的盾牌？不要！恐怖。哎、欸，捧个，我找到捧个了。捧是苹果是令狗还是捧狗啊？令狗是日文，日文都是、哦、都是对。捧可是因为它是外来语，所以也会有人说令狗。对啊，像乐狗啊，也是外来语嘛。那台湾怎么讲？对不对 ？MC 哈豆 ，MC 应该不是外来语。MC 不是外来语啊。可是它是 MC 哈豆的呢。哈豆才是啊 ，M3 不是啊、欸、，M3 不是。啊、嗯哦，没下小溪啊，下小溪哟！小雨怎么这么惨呢、啊？我刚刚从超高的地方摔到那个洞里面。你就是那个啊，最近不那个这两天不那个大飞蚁，大飞蚁翅膀已经不见的状态，好可怕哦！哎、欸，那个超恐怖，那个以前我家也会有、欸，哎，超恐怖，对啊，超可怕的。好啊！我昨天跟哎、欸、前天跟喵哈他们在玩，我是整个摸黑在玩。啊、哦，因为开灯他会直接飞开灯他会那个啊。我看到他们了哎、欸，他们在、啊、我在哪里？他们在靠平原那边，就是反正你们逃离边界走的地方就会看到，看到团团，是团团。哎呀！耶、欸！不！我知道，让他炸。不哎，我小心，你有看到吗？他来了，他射我，来了，他来了，哎呦，他射我，射到你了，我让哈基受伤了，怎么可以这样？我来呼呼，不要，不要，老师，你们快救，一定要啦，一定要啦，哎，怎么了？What happened? What's up? 哎呦呦呦，有飞机飞机！哦、oh, ，你打到飞机哦！在树上唱歌，这两天都在想郭靖这首。啊？在树上唱歌，前面怎么唱？哎、欸，我看到两个小雨。有，我刚刚看到两个小雨。你照镜子，一个会飞，一个不会飞，一个翅膀还没拔掉的我。好，都有盾了哈。
油啊。吧。哇，我进边界了呢，人家有点高哦。有呀，音乐哦，音乐哦。哎呀，来了是不是？真的、啊？要追过来吗？我闪了，我不知道，我没看我背后。好。啊、okay? ，他们就很好记耶，记黑头发的就行了。啊！哎、欸。你被什么事啊？他怎么音乐音乐音乐打？啊！我在看，我想说你在外面。No！ 烧他烧他！哎呦！为什么一下就斧头啊？太怪了吧！斧头暴击！啊啊！有开输吗？没有，没有，没输，没输，没输，他这个没有开。来偷看一下他们。嗯？哎，阿特奇，阿发发什么？哎哎。发发是太东边的人，我看到迪叔他们平原大平原大平原有团团，你们要走吗？只有迪叔跟团团，巧克力不在，巧克力不在，帮我走，帮我走，帮我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我不知道在哪里，那边大平原大平原大平原，你们右手边，你们右手边，巧克力应该是赶不过来，他在右手边，绕一圈，绕一圈，你后面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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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有水哦，旁边有水，对，你们正后方。有有几军哥，有有啊！我们收拾了，你也被解决了，收拾了，哇哇哇！收拾了，收拾了，哇！阿基是你嘞，我在我在哪里？我在干嘛？一个半，你可以把团团带走，对，他只剩两颗。对，你现在赶快，他在挑装备，赶快出来，左手边往左手边走，左手边走，左手边啊，对，直走。他在穿衣服，左边左边左边，左边的左边有看到吗？左边左边，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让他烧，我觉得他要我烧他，他只想跑而已。巧克力还在地底，他完全没有要理他们。他应该在那个浓雾之势呗。对，应该是应该在烧，他在等他的铁在烧，好多铁哦。他等要全身铁装。没事，我们有追他打屁股。哦有了有了。耶！你把西瓜，他有头哎，喷一些铁出来。你要不要回去？因为刚刚我哎，巧克力在前面，巧克力在前面，就没有烧。哇啊！烧了烧了，完了！哦，你有水，你好聪明哦，你有水桶没？你有钱哦？我怎么没拿火的？哦，哈哈哈哈哈！哎哎，加油！哇，谢谢！啊，一点。他跑去挖矿了，对，还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就结束了。哇，什么声音？看来勇者是孤独，被 DC 霸凌吗？对，他被 DC 霸凌，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下，然后很开心往后跑，然后这边看，哎，这西瓜，阿纪觉得傻眼毛毛，傻眼毛毛，我要谢谢喵哈。对，重点是你原本只是追喵哈，然后就忽然间小雨就死了。他刚说他被追，我去帮他看一下，结果我还在那边看。那你怎么一开始死这么惨啊？摔倒啊！我们那边一个山谷里面哦，超多坑的。还有一只僵尸，我打了他之后，他烧起来，我不敢打他。对，那边一堆僵尸跑出来。你们怎么这么的哀伤？没有，我们这块地全部都是坑哎。那你干什么？那你平地走一走，他可能就有一个坑就下去了。对啊，一块就是一个砖头直接掉到坑里面，大坑呢、欸，超高的，直接掉下去。嗯，对，也没废，没那个呢。那请问为什么会有人被边界夹死啊？爸爸，你帮他。而且他前一秒才说，我就问他说那个坐标会看没问题吧？没问题 ，OK。完蛋了。安全，好久呼吸不了，太难过了。我懂，一定是效果，对不对？我懂，我是个效果啊，效果，效果。效果，你想跟 Bobo 一样当小丑吗？你就是个救火啊！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哇，好吧，已经成功学会了，他不想要。完了，迪叔不想跟波波一起，爸爸也没有啊，没有，大家都不想了，已经大家都不想了，好吗？哇，哪有？好想跟你一起当小丑。
本日最伤、哦。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当小丑啊，可是我不是小丑，那真的很可惜没有，就没办法，好可惜哦，就真的很可惜呢，可惜哟、哦，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秋代，相信我，秋代，秋代，爸爸，我绝对相信你啊，我不会勉强的。好想当小丑。嗯，核心被挖了。核心，怎么了？核心，叮叮叮，核心，叮叮叮叮叮，锵锵锵。知道啊，大家又很想要，刚怕会被吃到嘛，这样就不会吃到了。哦，我觉得不太行啊。欸、剛剛很骚哎、欸，你看你没有水的话就不太行了。哦，很猛，真的、哦、很猛，赞。哦，没有你骚不行。不够骚，到底是骚还是烧呢？是哪个呢？来，我这个地表也有一些物资箱，好不好？好好，你也可以去地表踏青。好啊，来了，我们去找箱子了。随机婚对，分开，哎呀，红色下去，红色下去，哎，换一个人呢、欸，拜，嗨团团，嗨团团，没有啊，我可以说了，哎、欸、哎，哈记，哎，你不能说他很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很冰，他是因为他是冰山美人，哪会骚？今天还是到现在才说，你憋了很久了，我怕我讲了会被他打。不是，我帮你说，不行，这是波波讲的，等一下我们都一起说是波波讲。我已经打了，可恶，你讲太慢了，不行啦。觉得以后他什么不会说的？不行了，那我就不说了，那我就不说了。等一下上来就会问你。对啊，我们波波讲的，那我们价位可以短了。哎呦，哎、欸，蜜蜂，打他，打他，打他！为什么要打蜜蜂啊？不毒哦。哎呦，你刚刚偷打团团？嗯嗯嗯，你是偷来的？没有吧？你们不是早就看到我了吗？嗯，我们要先那个烧迪叔，让迪叔烧起来啊。哦，可迪叔确实也烧了啊。他烧了。对啊，他不是冰山男人，冰山男人，冰山，我这里啊下面有僵尸了，可是这里有铁矿、欸，嗯，你挖冒着生命危险下去挖，嗯，我差点就是往洞里，你要下去了是不是？下去，要求下去，哎呀，还敢上来啊，熊猫头头 ，What the fuck？哎、欸，你这偷袭我的石头啊！让我吸到一个，好开心哦！可存台被我告他，好想告你哦！你把木稿丢给我。哎、欸，我们是同 A V type， 未使安内合。啊！哦 ，V type，V type。我今天没开，我今天没开啊！我怎么了？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Face Rig 整个不见了哎、欸，真的假的？就是我今天要开，然后发现，他怎么没安装啊？我说，哦，那来不及了，算了。为什么你电脑会自己帮你关掉啊？哎，我帮你拿铁安装啊！哎、欸，我有两个铁了，我五个了。哎呦，哎呦，还有，哎呦，妈妈咪呀！你电脑是不是中病毒啊？没有，那你要把电源拔掉，让他饿个几天，他就知道谁是老板。哦，真的？那我们要先饿个几天呢、欸啊？互相饿，看谁是老大。互相饿，对啊，看谁是老大。对啊，你就是跟妈妈一样哈。啊，你起码割卵你喝，我们家卖家。这是阿妈好不好？快先别让他跟腰洗，要洗啦，要洗啦，要洗啦。卖家卖家，弄卖家，弄卖家。加派呢？哎，对，外面有物资箱耶，我想去找物资箱。对耶，哦，对耶，小雨，我觉得你找物资箱很好用。所以已经要爆炸神了，对，我在引爆，我在引爆。哦，安德，我一直听到安德起飞耶，安德在干嘛？对，我在引爆那个安德，他在引爆炸安德。对，你知道这是最新的 1.16.5 的隐藏小彩蛋。你说引爆安德？你可以把安德弄爆、哦，嗯，酷啊！废，那原地爆炸。
然后之后就会有人搞不好，哎、欸，搞不好已经有人做过了、欸，就说什么我把安德变胖了。别人说，你是说影片标题啊之类的？安德变暴躁了，对，变大了，变暴躁了。嗯，虾米？安德的肚子变……哦哦，安德宝宝是不是？哦哦，像安德会是个好妈妈吗？你们是不是脑海中闪过一些奇怪的东西了？没有啊。没有哎、欸，我脑子一直是个问号的形状。我脑中只想到就是安德，然后他吃到肚子大大哦，谁许下你？哎、欸，团团龙乳类，然后呢？欸、我刚开箱子的地方有爆炸声音，他们是在拿了七个机会。我看到迪叔在树上跑，迪叔在树上跑，对，他光着脚丫吗？啊，他有唱歌吗？在树上唱歌。啊那个会有召唤 TNT 哎呦，小僵尸团团，勇猛。嗯，小僵尸在这边、啊。哦，不是在这边哦。哇，好可怕哦！这个物资箱。为什么有人这边铁不挖干净啊？因为我刚刚是黑的，我看不到。黑的哦。哦，密码蛇，晚来露齿。完全哦。嗨，哎，哈喽哈，哦，边界在这位，哎，你们打起来了、哦，谢谢谢谢，没有暗杀他，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暗杀暗杀，就跟刚我被音乐打爆一样，好凶哦，我已经消掉他们的士气了，离安全区蛮远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走啦，嗯，那边边界边边而已、哦，对啊，我已经看到边界了，拜。阿妮娜也受伤啊，他被按摔倒了。我今天跌倒呢。好的，对不起，我也跌倒了。而且我聽你也跌倒了。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好像很难过。没有，我在吃那个喉糖，甘草糖。甘草糖。我去药局买药，然后他跟我说吃这个比较好。是哦，哎、欸，我觉得甘草糖很恶心，就很苦啊。可是，嗯，我自己也觉得没用。真的吗？我之前记得有一次，我们不是去那个连趴的那个，然后不是送一罐那个超爆难吃的那个甘草，那个超难吃，可是很有效。超爆难吃，吃过最恶心的。苦口良药啊！对啊，苦口婆心。所以甘草饼干一定很难吃。嗯。哈哈哈哈哈！直接进化到饼干了，那饼干吧？啊，不一样啊，我也是一样的。香草饼干，我有七个题，我们总共有几个题啊？彤彤，做我身上三个，哇吼，三个七个十，你怎么了？我要走了，苦力怕香，快点，帮我把东西收一收，怎么了？啊，说边界了，我们在边界旁边。哎呀、啊，那个很危险。几嘞？我被照，我被照，我被照。到了，这会照了，这会照了。嗯，找到两个箱。我想到一个很快的。你不会欧北公软工位哦？我不会欧北软工位啊，所以我不管。我怕你的修水水哦。修水水是什么？水水嘴巴是不是？哎、欸，你不要带着铁，你怎么不见了团团？不然要怎么讲啊？小嘴巴要怎么讲？扇嘴配二啊？没有啊，扇不是啊，扇嘴配是赏嘴巴，但是小嘴巴打你的小嘴巴，小嘴巴什么？小嘴巴是很难那个呢，很难直翻呢。对啊。大力的垃圾，垃圾，垃圾，不对啊，那是亲嘴啊，又不一样，不然会弯嘴巴吗？对呀、啊，不是，哎、欸，大嘴巴是不是？那个是大嘴巴，那个不是小嘴巴。垃圾，垃圾，垃圾，万乐，所以他解散了，喵，他死掉的地方也是吗？早解散了吧？为什么？我跑到中间一点挖洞，然后看到这边有火把，没事没事，我烧到他了，好。他泡水了，他泡水了，要跳一下。哦，我可以跟你们讲坐标了，他们在沼泽。沼泽、哦，对。派团，
巧克力绕蛋。哎、哦欸，我这边还有两个题。云月跟发发在沼泽。三个。你做个妆啊？不是啊，我已经有帽子跟鞋子啦。啊，你还缺铁吗？我看要不要做酷酷。你开箱开始。小雨发发离你很近哦。发发跟云月离你很近。没有铁。没有铁。那我们做个水桶好了。好，你背对，我背对前面是云月跟发发哦，巧克力也汇合了，你还是算了吧，算了，酸哦，然后啊，两个还可以打看看，就是沿路拿那个西瓜然后乱打吧，这里有箱子哎，云月在你前面找到水，那我捞岩浆好了，啊姐，他们看到你了，看到哦，他没有那个啊。哦，对，你要看到你，要看到你，要看到你，快跑，快跑，快跑！他们有 take and bang， 他跑起来了，他还追你了，跑起来了，找不到小雨在哪里、哦，他回头了。小雨在哪里、啊？小雨的坐标在48-63，48-63，我超远哎、欸，我也是超远，我慢慢走，我们两个超远。我觉得你不用蹲了啦，附近48有眼睛在看。哎、欸，不对哎，我快到了，我快到了，你可以坐下吧，他们迪叔跟喵哈哎。是哇，这个哎、欸，你脚下，哎、啊，怎么你有什么？我以为是其他人，原来是哎呦喂啊，有，我跟你讲，有，我们会合了。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跳？没有，我以为是其他人。阿尼五加哎不，好面那个小雨的右后方，他们在那边沼泽区。小雨的右后方，还、啊、有没有吃的、啊？我只有生牛肉，生牛肉。啊牛肉可以吃啊，可以说补很少。然后现在烤、啊，烤一下。我有稿子。哎、欸，他们靠近了！你们脚边，你们脚下，他们哎、欸、来了，头上，他有弓，抱抱你的屁股。哎、欸，云月来，云月想破盾。拿西瓜烧吧。好，有我烧到，发发，我烧到发发。不是、啊，烧云月。有，扔他了，我捡到钻戒。我不急，我觉得还没看到人，我什么都没做。对，他我也是啊。我刚刚什么都还没做啊。我刚刚才爬出来而已，现在什么状况？我 end 破过去。快打完了，我们快打完了。快打完了，摔死，快点，快点！啊啊！没事，我先过了。啊！我为什么？宝宝太累啦！宝宝太累了！我想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一起死、欸？我真的死算了，大巧给我屁股烧起来！哎呦，我笑死！哎呦，我按到啦！我觉得你这样不行。我觉得你这样不行是啊！你自己承认，对，千钧连刃不行。他自己有偷打纸片，右前方哦，巧克力，还有弓，他有弓，正在树上位，拿下来了。他要射你岩浆箭，好，小坏坏，还有钻剑，对，炽热的心，跟永远冰冷的心是谁会赢嘞？哎呀，谁呢？你就是跟文莎一样嘛，有没有？优势太大了，然后就这样子送，有没有？哎、欸，我没有，我真的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好吗？没有啦，我没有怪你，我知道你是节目效果。不是你那个意思，我其实也不是节目效果。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好，我道歉。不是你今天不是。不是，你们有电点。没事，宝宝说他不是故意的，他说不是故意的啦。没事。一转头看到小雨怎么整个被宝宝给烧起来，直接烧起来。哎、欸，可是你那很猛，你知道，我就是边笑然后边打，手都很抖。我的原因是因为笑。不是紧张的概念，我运气好啊，刚好打一只枯弓，然后掉一个、欸、超多箭矢、欸，还有弓哎、欸，箭矢是打击啊，哦，对，就一把弓，然后那原本只有一发，然后就刚好有附近很多鸡，好扯的，熊这人怎么会有？天哪！对啊，一开始低速，他就说：“哎、欸，有繁星，有繁星，那就死了。”
然后我一开始是喵哈挖了一个，你自己拔的，对，他就直接挖下去，挖下来，箱子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喵哈说有安全距离，很高啊，箱子在上面，我在下面，没事，很高啊，请问爆炸是就是上下炸，那迪叔一条命换了凡仙一颗心，哭啊。凡心又尾随，嗯，你看到迪叔在树上跳来跳去，很开心啊。哇，我看到迪叔在树上哎，然后就说啊，没事没事，迪叔死了。迪叔说，因为凡心从我后面来，我没有办法招架。对，哪有你一点八狂挥好不好？什么事？他完了。总是一点吧。我要烧你啊！我想说死定了，至少烧一下，结果也烧不到。你有真的有拿起？有啦，他最后有滚到啦，那但是没有回到我。滚到你就用滚轮哦，小雨哦。哎、欸，我的滚轮，我没有用滚轮啦。我的滚轮上层好不好？我刚至少看到稿子变成石头，变成。西瓜吧，我很紧张，三二一，三二一，哦、okay, 三二一，三二一，没有啊。说来惭愧，我现在还是会用滚轮，我是用滚轮的，滚轮很猛吧？太蠢，太惭愧了，真的啊，加入滚轮派。我还常常是滚轮在家手超抖，怎么办？要一直滚歪是不是？对啊。滚完就没了，然后就变人体秒变大师了，怎么？手很短，要按你一二三很难按你。就我手不够大，然后把键盘改小，要往上才能按，这麻烦了。天哪！然后我们这个西瓜都一直不同了，嗨，觉得太不一样了，会不会撞在地上啊？有，变小时候的西瓜。嗯、你不是耕田的应该就没事了啦。我要做锄头。哈哈哈哈哈。冲下去。举盾的时候。打一打就没了。来啊，这场物品免烧啊，你弟弟娃娃也可以。好。那我们就更快哦，十分钟就限高限地哦。哦。啊。地表也有物资箱哦，看你哦。好。在地底还是地表都行。好水水水红色下了红色哎哎、对啊明都没有同队的伤害奇怪了对啊哎、欸、你没有想问刚刚波波什么团团希望不要同队伤害他反应说什么你没有想要问刚刚什么团团说波波说的哦，对啊，你们是，我们一开始想说你们只是在莫名其妙而已哦，因为毕竟开头是波波，我们就没有想要 care 了。哦，没事没事没事，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了。因为波波讲的话信三成就好了。好。哎、欸，你刚刚是想叠方块去按到岩浆桶去？没有，他应该是想要烧我吧？然后就不小心烧到小雨。我不知道哎、欸，我后面就突然怎么小雨烧起来。我BO BO 啊你送中介珍珠过来吗波波对我用中介珍珠过去对啊他就可能以为已经到了然后就烧然后就眼前的人不是他想象的人H 开头的看到 H 烧对啊没事啦波波没事啊有人说岩浆烧到跟同队伤有没有开没关没有我们都知道我只是在第一次上哇你好专业哦我们都知道、欸、开枪要小心要远有狗狗、那个、不要贴太近不要贴太近、啊、平面的远啊你就这不能滑水了对眼镜你就是最远的距离打对打完就后退一格就没事了欸、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的远会是想到上下哎、欸欸！我刚刚其实有退，至少应该有是有一个距离的，但是他真的是下来的太快了，那个重力加速、欸，他是真的直接瞬间爆炸的，他是瞬间掉下来爆，没有那个没有呀、那個，会爆炸你是用上下躲，很搞笑，真的是他确实有个空间，但真的太快了，谢谢宝宝啊，你没有放出来哦。
我还没做、啊。哇哇，没事，心结了，没有啦，心结啊，伤心。你都让繁星还你一个原木，谢谢哈。哦，那你哇，嘲讽了，谢谢哈。我要去砍发发了，我生气了。啊、怪复仇啊、嗯、他刚刚说你偷袭迪叔的背后，然后他也偷袭你的背后、哦、不是啊，可是他快死了耶、欸、他又说繁星好厉害我说没事啦，死前有烧到他，而且他跳水之前他是还隔空再跳一下然后才泡水，他不是直接往水里面走，那就呛啊，烧了0.7秒啊，对，有那个免烧，免烧、啊、有人免烧的、哦，对啊，对啊，那我要做熔炉，你可以烧肉，肉也不是免烧啊，肉也免烧啊，对，所以也不一定要拿西瓜，对耶，西瓜只能烧人，哎，我看到看到那个云月过来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在哪？我不行了，我带去他带他找朋友，这是谁？他自己上哇。奥克梦，打他，打他，打他！收起来，收起来！哎，碎啦！他们没有波动，我看一下。双人出击，繁星，我帮你做一个盾牌，你来怼。我来怼，我来沼泽呢。你找找下河吗？加加技！哎，你好，黄金黄金帽！哎，他们两个，你带音乐，你带黄金帽。啊，他们在那个蛮近的哦。真的假的？对，我沼泽也是啊，我直接都遇到了。你们有盾吗？我有一点铁了，我还蛮多铁的。我有盾，哦、我现在找到遇到野生的铁。哇，八个铁！江雨月从这里来。小雨，看小雨，看小雨啊！啊，是哦，是真的小雨还是假的小雨？真的真的小雨，你是蜜蜂吗？不会飞的吗？不会飞的。哦，是真的真的真的。在哪呢？哎、啊，你后面有哦，燃烧西瓜，在对面，在对面，对面，还在对面，还在对面。喂、哎，哎，我有安呢，我有安呢。你要骑很多马，我骑我骑我骑。哎、欸，你要当骑士吗？对对对对对，拜托拜托，爱上我，爱上你，爱上我，我要成为白马王子。哎、欸，小雨来了，救命啊！我来了，我这个嘛、啊，我在那个，我在我们刚那个地方。好，哎、欸，这马超慢。马的速度也太惨了吧！哎、啊，我可以换马，我可以换马队哈。哎、欸，还是哦，没看到，不是又一个哎、欸，这他真的来不及躲哎、欸，我超远的、欸。没事啊，你这次炸的比较少，伤害就没有那么多了。你这次炸的比较少，没事没事没事。很棒了，欸那个、很棒了。连续开到两个苦力怕的几率，请问是多少？蛮高的。波波是被追杀吗？波波，我在找，我找不到人。哎、欸，有骑马吗？骑马来了。跟小雨，我后面有小雨跟。哎呦，我的渣渣。你在大平原吗？我看到了，炸！有炸！啊炸！炸！啊炸！啊炸！啊我马烧起来，我马烧起来！他跪死，迪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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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不够！哦，有了，有了，繁星，有！你要不要先去泡水？你要不要先去泡水？啊、对，有马太猛了！我再换一批，换一批，就够棒了。哎、欸，我那我衣服给你穿，我衣服给你穿，尝一下，尝一下。那带他走了是不是？对对对。换一批，换一批。我看到，我看到了，在另一山头另一边。左边吗？刚刚你往那边走是吗？我这里，我这里，对对对对。很多。我再换下一批，我、哦、这批血超厚。血超厚。哎，没有哈，我有多的。哎、欸，先高先低哦，你们自己等一下小心哦。先高先低、哦。他进，给你，给你，给你。啊！快马，快马，快马！不要，不要你东西，我不要，不要，不要！铁的，铁的，不要，狗不，不要！我这一丢给你吸哦！不要！哦，看到了，爸爸，爸爸在烧我！哎，有他烧起来，他烧起来！哎、欸，干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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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烧，我也烧！郑团团刚刚在这附近有看到，哎、欸，发发的头嘞，在地上，在地上，找一下，没吸到、欸、哦，在你们后面，后面，繁星那里。好、哦，你那、你那、你后面哦，有了，有了，有了，烧他，烧他，烧他啊！来，给你，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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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扯不过死？不要他摔死的，
他要摔死的是不是？我一直想说哇，我们全队都在啊，而且然后要落地，哎呀，可惜了，你差一点到哎、欸。对啊，就差一咩咩。哈进的那个黄金帽子怎么脱了？在我这。因为他想扮演迪斯，你想说什么金西瓜对不对？我知道，他怎么知道了？然后盖地狱门了是不是？怎么知道了？有一个安琪奇马超猛啊！安琪马，我不知道是安是我自己打到还是影院给的。我们箱子吧，箱子才到箱子吧，箱子的。我上场玩箱子有没有？安琪马，你这很像影院在骑马哎、欸！影院跟冻结说，然后你带影院的头在那边打我。一瞬间有点混乱，想说，他带着音乐头来打你们，我死掉的时候还想说，啊，我是不是打错了？我那个马是音乐在骑吗？到底是谁在骑？是谁啊？奇怪，音乐不是死了吗？对啊，我也在想，哎呀，笑死！没事，我们当初我们已经胜利了，波波死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世界冠军了，世界冠军。我们想说，哎，应该都没事吧？一转头，哎，怎么少一个人呢？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我们达成世界冠军，世界冠军！哎呦！哎呀，那我们接下来就空投。好，慢慢玩，慢慢玩，慢慢玩。我想说，你还有什么第四个西瓜的东西吗？我是有啊，还有啊，还有啊，还有啊。我没有拿过一整颗的。既然你都这样讲了，那就继续再一颗吧。一整颗都还没出现。对啊，我们应本尊的要求。哎，种子生出。我们刚刚就在研究它的演变史。对，是一个演化史。演化史，整片吃一吃剩种子啊，种子吃一吃拿去种就变成颗，又变成原来是这样子，哇，这个演变史，先有，锵锵，哭啊！跟你讲，这西瓜厉害的呢，还有风力舞哎，哦。好强啊！一通啊，对不对？小心脚还有点。他就打这样伤害，大概会有多少、啊？伤跟一般的那个差不多。风力舞哎，风力舞应该有个加个四五伤害吧？可以相信他，可以相信他。只是举盾的时候要小心，要抬头。你不要把它放到地上，不要放到地上，你会把放地上。举盾的时候要小心、哦，放在地上，不要放到地上哦，放到地上就没了，就没了，就变回原本的了，它就回归自然了。放生活动，放生，放生，那是弃养了吧？随机分队，温呐、啊，打倒对方就可以把对方的放生了。哎呀！红色的喽，放地上就可以切来吃。哎，反正我们就随意玩吧。啊？我们的队友强大，所以我想说随意玩了。迪叔跟发发不是有训练过，肯定对啊。对啊，姐妹花在家，小丑，小丑。不法你变小丑，你请问你的感想是？他不说想跟你当小丑。哎、欸，不要放到了、啊、哦！哇哇哇！可以用吗？究竟会热还是冰啊？天啊！神话冰雪方块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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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变成水了，我要这样子哇！左右两边没了没了没了，我要远离你们。加九哎、欸！对啊，加九哎、欸！没了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一无所有了，我要冲了，我要拿着西瓜就冲了，冲啊！来场西瓜对决、欸、爸，你看我，你怎么了？你在哪里？不要看他们，不要看他们，左右护法。那你等一下要拿哪个杀人？我是不是要拿个岩浆来烧一下？你要吗？我有两个铁了。我看那个啊，地表有没有那个啊，箱子直接去找啊。
我找岩浆直接去烧了、嗯。我左右护法，我把不应该存在的东西都给销毁，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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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完了，都没看到他们，难过。结果这场他们躲得好好的。我不想活了。冷静啊，冷静。不对，我应该反过来，谁敢拿那个就得死。正面思考，正面思考。你这转变这么快吗？没有，等下他就开了你。哦哦。我会寻找能够突破队友伤害的东西。啊哈哈！烧波波，哎、欸、哎，是爸爸，你怎么这么快就卖我了？爸爸，你躲自己在，爸爸，爸爸 ，Hello， 月月月你是爸爸哦哦，小雨是敌人哦，哎、欸，等一下，我们俩都天哪，哦，你们俩怎么死了？你们这么、啊，天哪，是要靠我们了吗？你看，我就说前面，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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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师傅杀人，可以可以，在哪、啊？我们家，我们刚原本的地荒坐标，负一二六，负后面啊，负一二六一二二，他们有武器吗？我就西瓜哦，认真。他们带波波的头，看到波波头，他只有斧头，他只有斧头。吃我的西瓜！圣物没看到哎、欸，但是我今天看到箱子。会不会在一个大湖边？大湖边哦，哎、嗯，哈、欸、基，不，巧克力，繁星，你的左边。繁星，你下面，你往前走会有个洞穴，有个洞穴，那里面有个穴哦。对对对，这边。哇，我意外有了铁哦，繁星哦。他有刀，那我还是继续拿着西瓜冲好了。我是一个有盾牌的西瓜王子。在哪里？在哪里？你前面，你前面，他带牌。我放生西瓜了。哇！那我就结束了。哦，我想说，我就拿着西瓜跟他拼了，结果放出来了，放他把他把西瓜放生了，弃养弃养，抓到抓到。哎、欸，不寄养哎！哎、欸，你怎么可以砍了他？砍东西，他是可爱的呱呱。因为我刚刚又见呐，对，双手护法。哎，阿迪说你刚刚在我旁边，有合成台。他说小雨是敌人哦，他是敌人哦。他死了，他死了，他就先很困惑，他为什么啊？啊，小雨是敌人啊！我也要问发发，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然后我的斧头都过去了。对呀，把你们两个都把敌人当队友啊！你们的队友有多少间谍啊？看完了，他一回头，听说什么都在用，然后用得很安心的样子，你知道，也不是偷用，就在那边慢慢的。我队友是几个？发发也是啊，我挥了他一句道以后，他说嗯。他在看着我，就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哇！气死！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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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靖，你很厉害，你手速很快。手速很快什么意思？那个冰块。厉害吧！马上马可丽尔，没想到已经放了，这是快速哎、欸！放掉！哎呦！哎呦呦！来了，空投场来了！哦，这次素颜太高了吧！哇，好漂亮！好漂亮！啊！
不晓得、欸。哦，这是哇，坟墓啊，就是法老坟墓之类的。不是这个是、哦、那个比较像玛雅的那个玛雅神殿，玛雅神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我们可以看看作者的话。老波，老波，你很好，波波。对，玛雅文明，玛雅文明，谢谢哦。耶。哦，不是啊，是。大家好，我是老波，咱们今天要讲玛雅文化。他俩要去老，以后会专门做一期影片给大家讲解了。老波粉啊，相信他这个都可以看了，好不好？只要你5岁就能抬头，就可以看到他整个样子。现在都抬头 ，OK。现在大家都抬头了，抬头看起来哦。有很大一个、欸，真的、啊，好恐怖哦！那什么脸？超恐怖的。对啊，我觉得里面应该一堆怪物啊，妖修，肯定一堆陷阱。那它是楼里面超暗的，水晶骷髅。记得哦，啊，这个就一定会有同队伤害开启，因为会有那个回复剑士。哦，回复剑士，那你就是自己小心，回复剑士不用拉满弓哈。那个人不在，那个人不在，不在不在，还是担心一下。嗯，啊，其他都是给他自己预设的哦。鱼骨300，我们应该也不会挖那么多啊。好，好，好。嗯，这树是特殊剑的，哇，地地图编辑器用的。他这个应该不是超高的树，超高的树。来，随机混队，老高的树呢？老高的树，红色下的。拜拜，再见，再见。嗯，觉得应该在外面逛逛就好。有你们都怪吗？我觉得，等一下、欸、还好，现在至少不会整句话都烧香。对，我觉得只有两个字会烧香。两个字，开头或者是慢慢变好，慢慢变好。对，念棒。对，当我把这一罐吃完，应该就好了。哎、欸，我们在上面，那怎么逛逛、啊？这没办法、啊，他们也在上面。那我要挖这个喽，要挖什么？挖什么？没有破坏、啊，你要挖，刚才还有木头，我要破坏他们的木头了。有破坏了，那我要下去喽。没吃啊，在边界外哎、欸，真假的？树都在边界外哎、欸。啊他故意的吧？故意的，那就只能挖这个了。這個啦他这边没有鹅卵石哎、欸。有啊有啊，你脚下都是鹅卵石哎、欸啊！哦有哎、欸，这个很多啊。哈基跟发发他们都在下面，我等下爬高去看看上面了。啊、我看到他们了，你有没有危险？你有没有危险？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上来？你还好吗？啊，他怎么是半砖？没有，他有一些是半砖，有一些是全砖。那来挖，哎、欸，不然就半砖哎、欸，白痴。他有那个要挖后面的，面挖后面的那个楼梯后面的。我要进遗迹了，好，爬上去了。遗迹有东西哎、欸，遗迹有箱子吗？这是什么？空箱子。骗人！我真的是没想到会是空箱子呢。我突然我挖开一只苦力怕的脚胶，吓死我了。不是，空头一开始没有那个、哦。没有空投箱啊！哎、欸，他是得设定高、啊，对啊。哇，没关系，当一般场。就先当一般场玩了。波波，你有合成台吗？哦，有。你等下挖掉，挖掉，挖掉，挖掉。哦，有啦有啦，他有开始没给而已。开场没有而已。开场没给而已。欸、白痴！那我丢在这里喽、嗯，这里等下就爆了。看不见我在那边用 Q， 对，Q 出来。Explosion， 我还可以 Explosion 啊！我有更多的剑齿。哇，你好好哦！太久高哦，撰稿，哇，好爽！哇，里面好精彩啊！哇，真的假的？好好奇，里面都是怪物啊，超精彩的啦！这种大型建筑我都不太敢进去，你知道吗？我觉得里面已经超暗的，我都不敢进去啊！对啊，流着水往上滑。我到顶端了，我到顶端了，好快啊！顶端有箱子哎，空的。小雨，这边，你背后，背后，这是玄武岩，我在这里。对啊，哪里？这边。哎，这个黑石可以，黑石可以当石头。要不要下去参观？黑石可以当石头啊，嗯，黑石可以当石头。我觉得这个地方最缺的就是木头了啦。对。啊，我刚没有把木头捡起来。这里，我在你前面。哦哦，对对。一木难求。这里有个洞下去，刚好可以粘它那个里面的边边。好，我看看里面的边边。
哦，你可以站在旁边的那个边边，很安全，很壮观耶。我等一下去找你们。不愧是玛雅文化。对呀、啊，然后我在祭坛耶，我在这边拆他们家的东西。啊、而祭坛不知道要怎么过去才好，比较好。哇，我做一个水桶，直接捞水下去。哇哇哇哇！我看到哈基被一群僵尸追。啊，僵尸假的。嗯，我现在在最顶楼。哦，你们有人在底下是不是？我们在建筑物内。嗯，在中间那一层。我往上走。现在不能往，这种这里好了，这里好了，这里冲过去应该可以。哦，哈基被小僵尸咬了。哦，碎了。他被咬了。嘎，嘎起出，嘎崩脆，嘎崩脆，真的好高哦。如假如何假？哈哈哈！如假如何假？如假如刷出来，还是哎呦要求哦！走走走走走。藤蔓有长到中间吗？可恶，僵尸在看我！可恶！我看一下哦。很恐怖哦！我可以做，我做一把弓。等一下，走开了。藤蔓走开了。我爬到最顶楼了。那你有看到我吗？有看到你了。那你要我做个盾牌给你，好不好？我已经有盾牌了，我已经有盾牌了。哦，你有盾牌了。哎、欸，好，稍微你去吧，僵尸在看我，我把他引走。好，那中间还是有怪。空投机，战神、哎、有枯工出身哦，小雨小心哦。好。哎、欸，水下的箱子，我看一下。啊，水下的箱子没东西，什么打我一下、啊？哎、欸。欸、这个地图是真的很漂亮、啊、很漂亮啊！改、嗯、我们高校盖一个，中间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我们的高校文化。哎、欸，团，我做一个帽子给你，然后我自己做一个鞋子。我上去一下，我去合格，合格。好。有、欸、我有稿子。你这个是感觉也是有痰呢、欸，痰就是不知道、啊，小雨哑哑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痰在里面，哦、就喉咙会突然哑哑的。哎、欸，繁星繁星，这个盾牌给你。嗯，哑哑，哑哑哑。你有木缺木头吗？我身上很多木头。这边没有，有人箱子里有木头。好，哦、这是原木。可恶，这个雪球不是手榴弹的。想要拿手榴弹？对。你想干嘛？头上金砖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爸，是我，也不是我。他们的哎、欸，有西瓜，有西瓜可以回血。有谁受伤？我有一不能选 TNT。我想去偷啊，中间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中间你说挖哪里啊？就是它整个塔的正中间，下面有一个红红的。一个祭坛，对，就是一个像祭坛的东西。哦，就是我现在站在这边吗？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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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被怪包起来的地方。欸、头顶上哈祭，头顶上哈祭是吗？在边边跑还是那个是愉悦？哎、欸，受伤了，愉悦吧，愉悦吧。哦，那所以的哦，我看到你的祭坛了耶。对、啊，你们在哪里啊？底下有一个箱子。哦，你下去。哎、欸，不要乱跳，因为跳下去。我知道你旁边有一只苦力趴在往上走，因为它有水耶。对，有人把我的水堵掉了。好想下去哦，可是我不敢下去。怎么跳？哎、哦、啊！迪、啊、摩、啊，我在看哈基的位置，哈基在你头上。Dropper，、啊、那这中间那个是水吗？下次可以去捡我的东西。那个那个、是水还是玻璃啊？对啊，我有约抽他。你约中最中间那个是水还是玻璃啊？中间水玻璃哪里？那个 中心点，中心点，中心点，我是我挖开的一个洞。嗯，它是一个洞。那个有水吗？没有，没有。可是有一个箱子、啊。哎、欸欸、有 TNT， 小雨，还有 TNT 哦。你上面那个是有一个玻璃挡在头上啊？有，他下去了。有、哦、啊。那个，等一下，那个你上面有玻璃对不对？对。那个箱子都是空的。那个什么，小雨，你先离开中心哦。好，因为我要做一件坏坏的事情。那我往地底下挖好了。怎么了？你要干嘛？你离开中心了哈？我离开了。啊，我知道什么是空的了，他们要来了。你要干嘛？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空投 DNT 吗？对啊。你要把它炸坏哦！我刚刚把……哎呦，
我刚把哈基炸死。采西瓜，采西瓜。他们现在全部都在已经没有西瓜。哦，所以那个下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嘛？看起来就是箱子都是空的，应该是被人挖走了、啊，因为这边有那个挖过的路。嗯，啊，而且我发现有人又用一个足迹，也是想空投 TNT 耶、欸。有那哈基啊，我刚把哈基射下来。对啊，我刚好看到。哦，这下面还有东西耶、欸。这下面真的吗？对，你是说那个那个往下挖是不是？对，隧道往下挖。可是，那你要倒水下去吗？哦、那我等下我没有铁桶，我有。我先继续往，我先继续炸开吗？会不会箱子被炸掉、啊哦？不用不用不用。再给你，这有一个箱子哎，空的空的空的，哦空的，空的，它这里面箱子是空的。应该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说要让我们放吧，或者怎样？放吗？对啊。感觉啦、哦，那我丢个鸡蛋。哎、哦，一个铁空投哎、欸，好帅哦！耶、yeah ！哎呦，干嘛？走出来了。我让你跳进那个岩浆里面、欸。没事啊，不是有西瓜砖。岩浆呢？哎，我说我们这边有西瓜砖。哦。你怎么受伤啊？可被跳到中间了。中间。应该是哈基天眼兵，我跟他讲说我在中间下、嗯。哦。然后我身上没什么东西。中间下面之后，它有一个类似陵墓的地方，它陵墓的中间有一个箱子，看不到，不知道什么东西。陵墓的中间。对。团团你在干嘛？还有在炸东西啊！哎，拿很多 TNT、哦。进来这个 TNT， 黄金这里面。黄金。我没有。就是黄金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啊？那个繁星有，繁星有。石头。石头。地狱石头这边。好。在上面吗？还是下面？下面陵墓这边，下面。下面，对，我提平。哎、欸，这边、啊。哦，这个里面啊。对。哦。这个类似人形的里面有个箱子。这个里面有一个哦。箱子。真的哎。可是看不到它有什么。嗯。马上给你。可是我觉得应该都是空的。嗯。看那些啊，欸、箱子全部都是空的。我们要不要下去啊？走啊！他们人也在走啊。那我要弄水桶了。好，没有玻璃瓶要怎么酿造啊？你们这边也没沙子啊。对啊。底叔在被小僵尸追。小僵咬他。太快！你不要皮，等一下，他嘴还没溜完，等一下，不要快，我就要死啊！我花心。轰隆隆！现在都在外面啦，现在都在外面。在外面，你们沿着它有一个路可以往下走，有的路可以往下走。你说正中间吗？对，正中间。它旁边有那个往下的道路可以走。你说跟着水流往下走吗？对对对，跟着水流。哦，跟水啊！咦，好黑啊、哦！有不黑？开啦！哎，他们来，有个人来了，有个人来了，他们在。遗迹的外面，中间的外面，好，中间外面，这是谁？这是喵哈。哦，这边里面很多东西耶，好漂漂。那把水引下来，要不要？对啊，你们把水引，你把水引下来，我先挖，我先挖开。哎、欸，你住怎么样？他们都是被弄那个哎、欸，他是被怪追啊，阿发发来的水下来了，水下来了，有了有了有了，哦，哎、欸，小黑在你们头顶，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去水下乐园玩，我们只是想去下面玩。啊然后你们看一下，你们下去之后回头有那个金黄的那个，哦，那个绿的那个金就看不到，对不对？黑黑的那个，有有有，我们可以挖，挖开，然后在那个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胸口，哎，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哎，有什么？马包空的，空的，都是空的，那就哦，是来挖矿的之类的。没有了，就只有这个了。这里好丑，这个箱子都。连空投的东西都没有。来，我拉空投，宝宝小心哦，空投。空投在哪？哦哦，是什么？摩多海亚库。摩多海亚库。好啦，我们挖铁矿啦，这里有铁矿。哦。挖金矿，挖铁矿。为什么吸到？垃圾。到底是谁啊？我刚看满了。巧克力跟发发。巧克力发。巧发。巧发发。巧克力在遗迹的最上层。我丢空投，繁星。繁星，这就算了。繁星，药水，药水，药水，北瓶子呢？
不给瓶子啊，水啊，更多的水啊，没有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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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看到沙子，感觉没沙子，没有，对，沙沙，连沙沙呀，连奶都没有。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安心的生活了，因为都离很远。对，一个在遗迹的上面，一个在遗迹的门口外面的丛林。门口，我要等铁烧好。嗯，是这个楼顶的祭坛有东西，感觉它就是箱子都不会放东西。嗯，怕外平衡吧，为了平衡吧，所以没放东西。因为前之前有几张地图都太破坏，就是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很夸张、啊、哇，大家都很极端呢、啊。嗯、太多就是太少，就是不是太多、就是。因为你有看到那个屋顶神殿屋顶有那个可爱的小人吗？他那个图腾，你说图腾吗？我刚刚远远的看到了，那图腾很可爱哎、欸。哎、欸，团团，拿灯笼当眼睛很可爱啊？弓吗？我没有啊。他没有四个箱子哎、欸，可是都是不能开启的。哪里在哪里？我继续，在遗迹的最顶端顶哦，最顶端。那我们要再爬到最上面，不要游上去啊。然后巧克力在屋顶下面一层。对。我可以再往下看，他在看我们有没有上去吧？对，欸、你们有几个金矿？金矿我没有哎、欸，挖不？三星金矿没有啊？你们没挖？想说应该不会有苹果吧？我有颗苹果哦，开箱会开到，有机会。嗯，要把它挖一挖，是，要把它挖一挖，一个。我以为，我以为，歪歪一歪，你的屁股歪一歪，啊，你的屁股歪一歪怎么了？跟着妈妈，你有印象？我真的是这个，我真的是不懂你在讲啥了。我也只是歪一歪而已，就是歪。婆婆真的会很容易发明奇怪的语，让人很难接下去的语言。Oppo 的语言。对，欸、你那个底下是不是实心的啊？实心蛮大一片的、嗯，然后要在很下面才有洞窟什么的。哇，对，都是小小的。对，不挖了，好了，我们上去找他玩啦，不然不知道干嘛。哎、啊欸，那可以等我金苹果好吗？好啊，哎、欸，我有金的、欸，我头上有金，金砖，然后我又有远古遗骸了，快点，有，我可以挖远古遗骸，我来帮他。居然有人懂波波在唱什么？我知道啊，哈林的歌啊。还、欸、有一个、哦，我们可以做玉水稿。为什么不做玉水剑？没有钻石啊。我有钻石啊，我有三颗啊。哦，那你要做玉水剑吗？好啊，玉水剑的伤害比较高吗？高一。你要拿铁剑吗？原来玉水剑有比较高、哦。有啊。我一直觉得没差，只是在于不会被岩浆烧掉而已。啊，没有，它的效果还是有比较好一点。嗯，难怪那个时候在生存的时候，一堆人说你为什么做玉水剑？只差一点而已，没差。你干嘛不做？我觉得只是因为强一点点而已啊。对啊，就是强那一点点。对啊。玉水在哪？哦，给你。这样正在烧，正在烧。我不知道那个锻造台怎么做、啊。怎么是给我？我想说玉水在你那边，不是我这玉水我拿进去烧，两个铁四个木材，两个铁四个木材。做个，哎，巧克力不在最上面了，哦哟，还在上面，这么多了，还有还在上面，哦，哇，这个楼梯感觉滚下去直接会摔死，这个楼梯滚下去。发发也上到最上面来了，有了，发发叠上来了，将近黑石，发发一路叠上来，好直哦。那会怎样吗？你在干嘛？哎，团那个，好，发发去补血。那个，你还有其他的玉水，我帮你投成那个。哦，对，我们西瓜没挖走，这里啊，没踩到西瓜走，好像。这里，你给我干嘛？小妹做一下。啊，我以为你要弄。我弄给你，好，
四个木头，两个铁地嘛，对不对？对。没错。哦，有，我找到了。哦，它是这样子摆哦。我以为生存小达人是会知道。耶、yeah, 哎！哇，好多瓜砖。上面好多回血点。对啊，还有冰的。后面。鹅刚挖掉了，对啊，那我要找空投，我在那边找空投。小心空投！哦，猪！被咬了，波波被咬了，波毒了，波毒了！我们要赶快开到西瓜砖了，对啊，就要开到西瓜。哭啊！哭啊！我被咬了！哭啊！怎么突然就被咬了？阿迪咬了一个大口的，站在他旁边。哎、欸，玉髓锭哎，可以啊。汤是什么？就是可以喝的。哎、欸，有雏菊，加雏菊。我有可以的汤，我有可以的汤。那就喝就好了。你们肚子饿吗？我不饿啊。你们要一个香还没开？我也不饿。你可以的汤是对的，可以的汤吗？对，雏菊啊，有雏菊啊，他给雏菊。好，我想说刚开完，我自己的就算就有了。好，你是用雏菊做的吗？对啦，哎、欸，这有玉髓锭哎，玉髓锭，那我要做玉髓烤了，是吗？真的假的啦？哎、欸，巧克力，不然要干嘛 ？TNT 吗？你看到包装，有人下来了，他们下来了，可以再往下走喽。他下来了，我们假装没看到吗？那个空格上面的，假装没看到，水流那边下来了，假装没看到。好，他下来了。哎、欸，库空在射他。有他被射了一箭、啊，他被射了一箭、欸，你怎么被劈了？不是被劈了，他、欸啊、就得劈我啊！我怎么知道？啊，为什么会有弓在射啊？弓在射，巧克力下来了，巧克力下来了。所以是巧克力剩三滴，剩三滴。他被箍弓包夹，他被箍弓弄死了。没有，他被波波射了。我强二，我强二。他站在瓜瓜上。他在西瓜上，他站在西瓜上，把西瓜挖掉。他在回血。我们也需要那个酷东西哦，太痛了！我敲掉他的了，有啊？什么？你刚刚举好盾的，对，跑到后面，跑到你跑，跑到你跑！我们去当那个哎、欸、下水饺，一个一个送，人家好吃，对啊，慢慢啊来，上去吧，魔术了，魔术了，救了，拍死了。好猛啊！这里的光马乱呢？哎，我是你两下哎、欸，你还有西瓜、啊，好强！对，你看，所以说我在那西瓜浑身发抖，然后繁星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破我西瓜。那、啊、你举盾啊？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斧头，对，我就直接完蛋了，直接把你西瓜挖掉。还好你们谁招了毒啾啾，让你们生血了。哇，咬到一下，他被咬了。我们就想说，哎呀，你们有扣血，然后再弄下去，我们也没办法干嘛。你下来之前，我又被雷劈一次，还站在一起。对，被雷劈，都那个被雷劈也太尴尬了。啊，超险！因为我们在上面都不只能等空投，但空投运也不好。好想看这里，你们有很多西瓜啊。他们在下面要等西瓜，开不到。哎、欸，阿金，那时候我在看你要炸小雨的时候，我想说，你在那边哦，偷偷射一下。你知道我在炸小雨啊，上面有一个人在偷射，我说把偷来射下去。藏了不藏了？这里面的箱子本来有东西啊，可是因为 bug 就有 bug 啊，可能、哦、我想说它箱子都是空的，全都空的，有蛮多都是无法开启，想说应该会升战利品的感觉。对啊，嗯，屋顶上还有。不知名的 bug、嗯、不知名，可惜你知道开场的时候那个爸爸还在那边空手打东西，我说叫他做十字瓶，然后他就不听，然后我就很生气说、哦、十字瓶就是这个啦，然后我就挥他一下，结果他差点死掉。哦，你忘记问你忘记了什么是十字瓶，我用斧头暴击。好气哦，天哪，太痛了，我就一直在找西瓜找西瓜。我看到爸爸看到你那边有西瓜，然后走过去，然后经过西瓜，站在西瓜旁边一个，站歪了，走歪一点，超搞笑！我天哪，哇，漂亮！下一场我们知道了，箱子
暂且没用了。看到箱子啊，没东西啊，没东西啊，没东西、啊。不用开了啦，不用开了啦。哎呀，小时候有一些箱子藏的嘛，你也想会不会有东西呢？应该会有很不错的。哎呀，应该有东西啦，这个也没有。下个月还可以在这张啊，作者看有没有办法复原一下。对啊，这很酷哎、欸，漂亮。现在偷偷看呢，因为我也没动啊，我就直接复制过来，没动任何。嗯是啊，顶多就是改档案名称，对不对？废话。Hi Chocolate EXE。哎，对啊，他现在你去看也都是都空，真假的？他好像我看就只有屋顶的那四个是未生成的。啊，屋顶你们有谁去？没有啊，就在你们头顶上。我刚刚有用最顶没去，最顶有用就最我最顶后来用创造模式，就是把它开也是空的，也没有生成的。哎，这里有一个箱子是有的。哦，有、欸、有空投箱，嗯，哦、嗯，所以应该是指定没弄好，嗯，哎、欸、有哎、欸，我看到现在的都有那个未生成，可是就开了就不知道，就是开的时候不知道，哦哦他的战利品是用那个吧，就是麦块的，嗯，哦有可能，对啊，只是不晓得为什么有神秘 bug 就没有，嗯。神秘的报告，可惜啊，可惜、啊、有的有的。它其实这个盖的蛮好看，错，那盖很酷啊，嗯、很漂漂，学起来。有啊，波波说在高校盖一个。拜托，盖一个出来，很好看哦，就超好看、哦。我跟你讲，那个大概是会大概一年的工资，四个石阶梯。哎、欸，其实那个是阶梯啊，它没有很材料没有很复杂、啊，其实还 OK、欸。嗯，你可以复原它中间的那个小的，中间那个小的，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说中间这个小的啦，我不是说外面这个很大的啦。哦，我以为是指全部的，中间小的，中间小的，中间这个小的还行。那、啊、这一场还有开那个、啊、夜视一下、啊，哦、好好看得清清楚楚，布灵布灵布灵。Yes.看得舒服，就来随机混队，混呐、啊、混呐、啊，还有在偷窥哦，感谢小鱼在偷窥哦，可以慢慢来，我们的空投好不好？每分钟都有，好，四件就两分钟，嗯，好啊，拥抱你的空投，他饥饿了，啊对，饿了。要去夜，然后可以去夜市了。不要，现在不敢出门。哦、对，现在不太能出门，现在不适合出门。最近真的不适合。北部很可怕啊！啊、哦，被惊死了。最近真的不适合出门。台中安全，安全，安全 ，safe， 台南安全。不一定啊，红色还有黑。哎、欸，我们下去。抱歉，然后海星小，但是还是有了。对啊，就变到你可能要备注，比如说就是你把东西放门口啊，然后请他放门口这样。然后你拿进来你的包装，就是全部就是要先可能要全部换成自己的。然后呢，你摸过那个招包装，你全部都要消毒，你的手要消毒什么之类的，要比较彻底。怎么在树上？为什么是这一格树上？等一下，哇、哦！哎呦喂呀、啊！其实在之前最严峻的时候。之前在最严峻的时候，就有人就是那个、啊、外送拿到之后，就是直接那个、啊，直接跳，快跳，快跳，快跳，就是用手套这样子。哦，不会受伤哎、欸。前三十秒，你要赶快跳。嗯。好像还有到宜兰那边去耶。就是现在是二级了，二级警戒啦，就是不知道感染感染源。他变工作箱，工作台。哇，好危险哦！很恐怖哎、欸，现在很恐怖哎、欸。哎、欸，僵尸哦！哈气，哈气，哈气！我在耶耶！阿弟拉弟的，哇，这里真精彩！哎，我真的会扣血啊！这个 TNT， 这个。啊，专心农空。你要弄什么？ Oh. 它底下很实，不是吗？空投，我说专心弄空投。哦、我有幸运稿了，好快哦！我有玉髓，我有个玉髓。幸运稿挖得掉吗？
你们要吗？都行，给你们。我有一个幸运二的钻石锄头。诶、欸，哦，挖老快了，为什么？因为它应该有负效率吧。哦哦，哎、欸，没有啊，我好像身上有 buff 哎、欸。哈？哦，有啊，挖掘加速三啊。哎、欸，真的耶，现在好像是挖掘加速。我说看到远方已经有，都有看到他们的那边嘞。那小雨了，你的视力这么好。小雨跟那另一个人迪叔在那吧？就其实就在我们前面，哎，他那个路口而已啊。欸、是哎、欸，很近的、啊，超近。哎，那米的哎，还有可以的。药水，好了，拿河豚就好了。啊。太衰了吧！哇，我也好衰呀、啊！都是水水，东西醉。嗯，嘣嘣嘣嘣。里面好像就没什么东西，就没有必要进去了。不用进去啊，进去只会被怪追。嗯，金刚屁屁，夹一下。哎呦，快速！那快速挖的感觉好笑啊！菩提是啥？蚂蚁钱？酿造台。啊，不对啊，尿道台是可以酿的吗？可以耶，是可以酿，可以。为什么？刚不是没有瓶子吗？耶嘿嘿嘿，这边有个经验瓶。啊，不对，我可是要砸掉了。嘿，酿的东西，隐形没有缺铁矿吗？我这边蛮，我这边有一些缺爆啊！敌叔越来越靠近我们嘞。打不下去啊！打回去啊！打回去啊！哎，突然，我想进去、欸，我拿过的铁锭，嗯，有没有见识？我也是缺见识，我有功，但是没有见识。嗯，迪叔看到我跑了，我要偷跑。哎，哎，啊！暴力魔法，我要走了。哎、欸，是这个哎、欸，啊！快走那里有暴力魔法哦，下来咯，再远点啊，钻石被炸掉了耶，哇，好可惜哦，还在，他炸出一颗钻石，两颗耶，三颗，哇，那你要不要再回头一看，会变五颗，为什么？是因为梗太老了，你有年纪的代沟吗？这个梗蛮久的了啦，老了啦，我感受到年纪的代沟了。不知道，天哪、啊，现在已经这么老了吗？这个的迷因是在快十年前了吧？没有吧？七年吧？七八？啊、没有，就快了，十年跟五年差很多，好吗？不止五年了吧？七年啊，对啊，这么久了，对啊，差不多啊。那是我大一还大一的时候。哎、欸，有冰块、欸，又是狐狸呀、啊？哎、欸，冰块有用吗？矿车踩上去不是会亮亮还是什么吗？哦，所以它只会亮亮，没有回血。嗯，隐形药水三分钟。你要去摸他们了吗？繁星要不要给你来去？我们去。我们两个吧，那等下就直接那个了。我有那个 TNT 矿车啦。我还有 TNT。那么可是没有铁轨可以放出来。嗯，铁。你在喂养他们呢、喔？对啊。哎、欸，这里你们有一些河豚桶，要不要拿去那个？我也有河豚桶。不是哈金，你要不要钻剑啊？你现在绿绿的、欸，哎，为什么啊？我刚喝药水。那个哦，所以它绿绿的。哦这样子的话，高追，你要小心哦，没事。好，哎，有见识了。哦，有蜘蛛，快跑啊！我们要有弓啊，
你要吗？我有两根线。现在缺剑矢，剑这边有剑矢啊？有肌肉吗？没有，我把羽毛。羽毛没有哎、欸。嗯。你可以隐形过去说射弓射弓，然后再等下再跑。给你给你给你，那给你那给你那给你，你有经验给你玩。好 ，explosion。我是看到蜘蛛自己摔死了。樊先生给你，嘿，空投的。我投了，很有可能一群，我东西放也不好了。钻石呢？放进去。要不要 diamond 呢？爸爸来挖，你是有幸运吗？哪里？在那个，在哈基那边。哦，我有幸运一了耶！哎，有一根剑矢，一根也可以啦。这个箱子，这里，这个箱子里有一根。反正这个箱子里面还有那个空投。这边这个箱，嗯，你那个是幸运多少啊？我是吸到一堆垃圾，对。嗯、你剑矢不拿哦，不是剑矢啊，弓。你们是幸运几啊？我这是一。爸爸是二不是吗？爸爸你是二吗？我不知道、欸、我需要我在哈基那边。嗯，什么东西？幸运稿。幸运稿。哦，幸运稿啊，对，那我给你们，我等下搞不好也取不回了。好，你要死，我等下我三十秒幸运。哎、欸。你是丢给繁星吗？我没拿到啊。哎、欸、，Q 出来了，在你手上啊。不是，这是哦，两个都幸运一啊。哎，有鞘刺哎、欸。哦。要吗？还有铁剑，这有个鞘刺。我这一个箱子，我拿过去给你。我拿铁剑就好了。我带过去，我带过去。他就有掉三颗。妈妈不要乖，好一点。它就有三颗钻，我们可以干嘛？刚刚也有一些钻，对不对？钻我已经拿了，就好了。这里，鞘刺在这里。哎，铁剑没捡到、欸，哎。三分钟，好，喝了。喝了再上，丝绸之处。我现在身上有，我现在身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稿子。好多、哦，还有，哦，我看到哇，小雨整套嘞，整套了，整套算那个哎，等下这是谁？小雨翻就集魔法，小雨，哎、欸，我多一颗头，哎，白痴啊、哦，我第八个做，我第八个稿子了啦，可恶。小雨耶、yeah ！我要不要偷偷吸引他们、啊？他举盾了，他听到脚步声了，他那个了。咦？我要吸引他们注意力。好、啊，你射他，你继续射，你射他。哎、欸，你们三个都在那里哦。嘿呀、啊！下面有一些铁桶哎、欸，想去。他金砖上面了，啊、你射我干嘛啦？我不小心射他了，我不小心的。我脚上有剑矢，他看到我了。当今的黑石可以要射雷加利亚，是雷加利亚。哇，你好弄，你好弄，你好弄，我参加回血。我不喜欢。爸爸，我要跟你说一件很可怕的事，当他们一去不复返时，就会剩我们两个。哇，没事没事没事，加油。我们很棒，哦、我要死了，好赚，好猛哦！白爸爸，你小心僵尸哦！白信怎么又满血了？我那边有西瓜可以采。好了，哎、欸欸，他们其他人呢？不知道。嗯，啊，楼上，上面，这上方。哦，他想下来了。你先要一分钟。来了，宝宝啊，我看到他那边有水。一分钟，那我先游上去。他还有在游吗？我要游上去，感觉很有趣。卡了。喂。哎、欸、喂、欸，小雨伺服器卡，杀、欸、了杀一个了，又杀一个了。啊，我怎么被刮了？哎、欸、哎、欸，是我的 explosion 吗？哎、欸，哈，发离远一点，发离远一点。哦、
我刚为什么受伤啊？奇怪。谁的蜘蛛？啊！你怎么要暴露了？啊！你踩到冰砖。我剩三十秒，我杀了这里有西瓜一堆人的。啊！这边有西瓜，有了。蜘蛛我有丝绸，快跑！哇！可以把它挖走，我打这个。啊！另外两个人呢？啊、那个他把丝绸，那个西瓜在你身上哦。你拿，给你。那我现在身上好满了、哦。啊！暴力魔法！惶恐啊啊啊啊喂啊喂哎在哇好多、哦、他们在哪里他们隐形他们也隐形哦哇他们在跑玩我啊有五滴血不是啊两个人呢、欸、帮我们看好帮我们看 Nana一样在我们旁边他们剩下两个吗就是在我们刚刚那个位置他们那个我们 原老家的地方哇那边有人偷放河豚没有放的我刚想捞岩浆可是说实在那边隐形哦他们也隐形哎、欸、对啊嗯要打他们线、欸、就你们在附近你们正前方繁星的这个方向那个大洞的对面看他 Q 了一个东西有看到吗没有好他箱子他等一下他往你那里去哦巧克力往你那里去哦繁星稍微注意一点哦繁星你我知道、欸、我要跑、哦、是不是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只是穷团团咧团团你在哪团团在团团那边他去找没追你了、啊、他去团团团团团团那边隐形岩浆来了团在哪我在那个祭坛这里祭坛这边刚刚把他们成功冲走看到还在我看到了有，上面有一只，哎，好，旁边好多怪，哇，看到了，可是对，巧克力隐形吗？对，隐形，它隐形，在僵尸群后面，僵尸群正后面，嗯，现在在酿第二瓶药水，等一下等他们没了之后换我那个，你继续跑，帮我拖一点时间，好的。你不要太哎、欸，他接近你了，你不要往外面跑。对，继续这样。哎、欸，蛇形哦，他好像刚鞠躬。他切你的小径哦，你们距离很近哦。对，你绕过去那个洞，绕过去那个洞。我现在这样走是可以的吗？不行，往右边，往右边哦，绕这个树。对。哦，好，然后嘞，好绕左边，哎、欸，不要绕右边，绕右边。穿针引线、欸，他没有追你了，他走了，小心哦，他应该是看到西瓜砖吧？哦，对，他看到西瓜砖，可是我刚刚好像有喷一颗挖起来的丝绸西瓜，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吸的、哦？对，他在西瓜砖上面，好像有没有看到他？姐，一个鞘刺的，啊，他现形了，他现形了，他没有了，那个鞘刺好像还有那个前面火箭哦，碎，火箭，他吸走，没事。掉，你再撑一下吧。他还在那个西瓜，他没有盾，他好像没有盾。哦，好。哎呦，突然卡一下，他要回去补了。你们回去补血啊？你先打那个西瓜，你把西瓜挖掉，快！你在上面回下血。哎，来了。抢西瓜！对，他进来了，还不讲一下！哈哈哈！加油！来！想用鞘刺！哇！好猛哦！哈基不说话。默默的来，因为刚才已经够混乱了，说再进来说我来，会太多声音。哇，怎么那么衰？两个暴力魔法哦，先收掉了。嗯，一堆隐形杀手，笑死！隐形杀手，阿基，怎么这样？我跟你讲，刚刚很意外。好，那马上射你要支开，对不对？要从背后偷袭你。
然后第一下我偷袭成功了，第二下团团的箭矢射在我的膝盖上面。哈哈哈哈哈！真的是箭矢啊，我想说，自己人，可能是自己将你。那时候我还支开他，支开他，就变我支开他，然后他把你射到一个岩浆里面去。我被射进去，超好笑。哎，小南，你河豚也太多了吧？就几桶啊？四桶啊？啊，有两桶，好像刚刚不知道是你们谁身上的。哦，对啊。一开始看到喵跟斑马超好笑。我们整个很悠闲，突然，那你看那个爸爸跟那边就锵锵的，先收掉，先收掉，有反击一下。他死之前讲，那喵他死之前讲一句话，断。哎，爸爸，他们一去不复返，要等下剩我们两个哦。对，他们两个先死，就我们两个先死。原来狐狸会咬皮革哦，会叼着，会叼着。这么好笑。好可爱哦，它几乎什么都有，对吧、啊？什么都可以咬着吧？嗯，西瓜炸掉，西瓜炸掉。那狐狸会咬西？会啊，你丢给它会咬。它会吃掉不是吗？对啊，会吃、啊。都喜欢吃，吃光光。对啊，它最喜欢吃那个吧，甜美吧？对啊，我刚刚在喂它，然后让它们生小狐狸。原来你在玩狐狸，小狐狸就不会，原来是养殖游戏嘛？对啊。玩错游戏了吧？然后他们站的唯一四个全部都中甜美。OK， 那我们最后再加一场那个、啊、上次的生存优化弟弟哦。我的网络是不是爆了？优化啦，刚好说啊，那是上一次优化的，刚优化过。我好久没被霸凌了哦。啊，要啊，你想被霸凌吗？要了，我刚被霸凌了。嗯，哦，感受到安静了，瞬间的场面，瞬间安静，而且我明还是绿灯呢，他就是对没声音。嗯，因为今天下午网络爆炸过一次，我想要吓到靠。不要关掉直播了吧！马上打开赖要赖巧克力的时候，我好像被霸凌了。那这一场有背叛哦。好，好。背叛，阿法玩过吗？没有，好像背叛没有玩过。可是上次有被那个背叛背叛过，背叛过，背叛过。他就是先到会选那个背叛者小队。啊，有啦，有玩过一次。有啦，有啦，你就是直接被我们识破啊！有有有你怎么忘了？哦、对对对，刚好对不对？想起来了。对对对。然后反正死了，然后发现啊啊啊，还是对了，我知道了，懂了。啊，就是一样，好吧？五分钟你就会知道身份，二十分钟他就会 TP 走了。好，他就三个背叛者。好。好所以有一队会有两个人背叛哦，很可怜哦。OK， 厉害。同队伤害没有开，好，免烧有，二十分钟后才说，可以慢慢来，慢慢玩。昏昏昏昏昏了，昏了，走下。拜拜拜拜拜拜拜。对，可能分钟说好。那个发发五分钟后记得说队友是谁哦。嗯，啊哈，是我啦。啊、记得讲哦。嗯，那讲一下。不可能，不可能，不是我，不是我。就是你。走那么多不醉都是。嗯。就像没喝醉的都会说自己，喝醉的都会说自己没喝醉。没喝醉的也说自己喝醉了，像你们很可爱，会说自己不可爱啊，对不对？不，你们怎么才可爱啊？吐的都会吐啊！他们在，他们在。哎，有村庄，有猫哎，哎，猫咪，有线了哎，会卡一下，等下应该都还好。嗯，对啊。哦，东西比较多。嗯，哦，对，它的树都藏在那个里面。有村庄哎。对啊。有鱼哎。
这种东西养爸爸哎，可以养，可以养吗？可以养爸爸吗？可以搔痒他吗？你怕痒吗？你想被搔痒吗？没有啦，不是，对啊，不是啦，还是想像波波一样全员出击，还是对啊，画脚底板，反清复明，哇，左脚反清，右脚复明，我很多鳕鱼跟绿宝石，你有鳕鱼香酥菜啊？听起来很好吃，猫咪过来挖线。在想那个很烂的笑话，哎、欸，早餐店上面的笑话，那你想，哎，董一个想死，哦，那首歌是不是？哪一种鱼最想死？最想死，最想死，就刚刚讲的啊，哦，是哦，而且我，你知道我是刚好看到前面有个村民，然后还有一个鳕鱼桶，可以交易了，鳕、哎、鱼相思。北海北海鳕鱼相思僵尸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某个上身了啊没有要去收金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大秘宝还记得吗大秘宝那个就是那个啊，矿坑啊，矮人矿坑的地方。矿矮人矿坑。对对对对。我已经忘了挖了挖了挖了，走了。我完全忘记了。记得坐标哎、欸，我记得上次有坐标太扯了吧？我们上次有打、啊。对。不知道观众能不能眼睛雪亮。去翻一下，我们记得我又要剪精华出来。看翻精华，我没有，我没有。来硬的啦！队友野生铁可以养吗？对我这有，哎、欸，而且还有锁链装，好哎呀啊！坐标是不是在一万多那边？一万多？对，我们现在忘了，快要一万千，我们现在负九千多。我、哦、这有一个高炉哎、欸，哦，还有岩浆，很高对不对？超高，整个跳起来才 摸到，哇！讲屁话，耶！我有九颗绿宝石哎、欸，我这边有两颗哎，需要一个盾牌，什么东西卖九颗绿宝石？那给你一个，都在找啊，看有没有，哦、有没有？感谢，去哪？他就我一个，没错。你后面、欸，你后面，哦，哎、欸、哎、欸，这个在跟他交易那个，可以买剑士，哎、欸，感觉不错哎、欸，哎、欸，我这边很多铁，哎、欸，他在被交易中，哎、欸，我正在，他现在对他使坏，我把他砍掉，嗯，哎、欸，哎呀，我买一组，他不能交易了，要等他进化。等他时间、哦，他还关门呢、欸，他还要关门进化、啊，哇！啊，对啊，有三个工作天，不是吧？三个工作时段，欸、可以买工哎、欸，要买工啊！哎呦，买啊，好啊，买工。我有21个铁，你们要吗？哦，好多、哦，你太多了吧？你要不要等？也真的，嘿，等我，你们在哪里？欸、我要去喂猫咪。你不怕你把铁给背叛者吗？哦，对耶。我们一定自己人啊，啊背叛者都对你们每一个人就没事啦，对不对？对、啊、给你们做盾牌就好了。我有了，我有了。哦，小气爸爸哦！我已经跟云月同盟了。对，我们现在是同队，我跟哈基同盟了。啊啊、白痴哦、喔！我没有做盾牌、啊，所以你们两个是，你们两个是内鬼。我们四个是内鬼，我还没是不是？我们四个都是内鬼，只有你不是。这一队有四个人是内鬼，对，就你不是。我先。那你把铁交出来，就是自己，就是内鬼了。就你也是内鬼，你就可以加入内鬼了。内鬼爬爬，你在哪里啊，爸爸？我在天然洞窟这里。巧克力，这里你有铁镐吗？这个我有铁镐、欸，没有、欸。我有哎，绿宝石砖，哇，没铁镐，是不想理发。我有哎、欸，对
为什么？我觉得你是坏人。为什么？哎、欸，我二十一个铁。哇，我觉得你是坏人。我觉得你是好人。你可以给我一点铁吗？可以啊。发发，你是好人吗？我是好人啊。他是坏人。那我觉得坏人是音乐。是我吗？我觉得坏人是音乐。繁星是不是也是坏？我是好人。是好人啊！哎呀，哎呦喂啊！你看，讲错话，天打雷，打雷劈了！哎呦，哎，我啊，我这边有哈基，我看不破啊！啊，我看到你坏人音乐了，我不相信音乐。谁？你的口气有点变了哎、欸，我有点担心哎、欸，是不是？对不对？不是啦，我说巧克力的口气啦，不是音乐啦。你竟然不相信我？你刚是犹豫了一下，想什么？我是觉得很震惊。你看，哎、欸，刚刚那时候跳的时候，音乐就很安静。我想说，哦，他在很努力按 Enter 看队友是谁，对不对？对，我这我在看队友是谁。哦，队友是那个哈基。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哈基很亢奋。已经公布了吗？公布啦、啊！你又在演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讲出来啊！抱歉，哈基，你怎么这样？不信了，我绝对不信了，我不信了，哈基，你一定是了。爸，你铁没有留给他吧？你留着，你留着。你会做全套铁装吗？你至少自己先做好。好，自己的铁嘞，相信我。哎，我找到地狱的。爸，你就把你自己顾好，你等下。有多的就留着，我们到时候再。好的，好的。哎，巧克力，手语。你好、啊，你好、啊，你这里都挖完了、哦？啊，对啊，挖完的啊。我都没铁，那你有铁吗？啊，有啊。那你要削一下吗？不要。我可以做个铁镐啊。不要。不要。你一定是坏的。我真的好哦。不要，你是坏的。我们分散。哇，你没有被哈基。跟踪吧，我现在一个人，很好，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一个人也过得很好。爸爸你在哪里？哎、欸，其实村庄很多那个木桶里面都还有好多东西哦。嗯，有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挖出来了，挖出来，你也太坏了吧！你就拿打开来，你就要破坏。我没有啦，就只是把它拿走而已。哎、欸，其实我应该是可以干掉影月的，说，为什么要干掉我？因为你是坏人，你才是坏人。你看，他都已经这么主动要杀人了，哇哇，是不是繁星？对，哇，坏人，影月。但是另一个，我觉得哈基真的有可能。哎、欸，不行，哈基就很难猜了。哈基整天都那，对啊，我是啊，嗯，对啊，我是啊。所以对哈基的做法就是先把他判断是狼就对了，对，先隔离起来放。哎哎，雨月已经是烧我，雨月烧我了，雨月烧起来！哇，你烧到你自己，哎、欸，很烫、欸！先不要做事太快的啦，真的太快了啦，血太烫了吧？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Yeah, 哇，谢，好烫哦！还是我烧到自己啊？感觉我烧到自己了。我是没烧到我自己啦。哇，他有岩浆桶了。哇，你帮我变化武器了，好棒哦！还有一堆剑士给了他，好棒哦！我不应该心软的。你要信我，你怎么信他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再帮你们看，你这里好像安全。哎、欸，对，我有天眼冰的，这样可以帮助你们。哇，我遇到哈基在矮人矿坑躺屁嘞！天哪，在矮人矿坑他都不讲，他真的就是狼了。他应该也只是怕我们有间谍吧？对呀、啊，没有没有，你一定相信我。我你都死了，死的闭嘴。天眼冰，我们团团杀了天眼冰，把发发杀了团团。哇，你好猛、喔！不是我全铁装啊，你好强哦！什么？我快死了啦！我怎么突破？突破？你怎么补血？这好像西瓜。附近有蘑菇，那个蘑菇树。蘑菇。你有没有苹果啊？没有哎、欸，我只有苹果的话，去矮人矿坑就有很多金了。你那个刚刚村庄那边没有搜刮到吗？
欸，可是晚上了，芳芳你先去安全地方好了。我也觉得，我先把地买起来。村庄是有苹果树啦。还有，好，芳芳我帮你看哦。你往下，再直直往下，可能等一下会出事哦。啊，剩下三格下。哈哈。所以有学会有学会有学到有学到，对你这样等一下上来也比较好，有你这样三格下 OK OK 会到一个洞窟，一二三，那你自己加油，我去看繁星，好的好的，帮我看看嘛，你刚讲直直往下挖，直直往下挖就对了，好，对啊，欸，原来那边直直往下挖还不错，有钻石耶，欸，哦好啊，十颗钻耶，棒，哇好赞哦，还有那个天上也有星星呢，你要去猜星。哎呦呀！可恶，矮人矿坑。哇，反正你附近都没有，都死了，对不对？嗯，有废矿啦。哇，为什么？哦，哈基，你是不是有坐标？你为什么直接找到？有啊。哇，他那里还有苹果，哎，我就说我是好人，你都不信我，你不是，你不是，你绝对不是，哈基不要装了啦，不用装了，没有，我都已经动手了，你还装，我就第四天的狼，你奇怪呢，哈基刚才说，哦，因为你动手太快了吧，哦，这边有很多树，欸，哎，行，哭啊，活该了，活该了，坏人，坏人，小小哥你都不信我，你会后悔。真的吗？我是会说，反正你有可能是，哎，哈基，你波波来了，波波来了，认真，波波来了，你转先点，他全套铁哦，他全套铁哦，团团在指引他，团团在指引他，又是汇合有没有？没有，哈基是退了，哈基退了。团团在指引他，你这躲应该没办法。哇，大防守，大防守！哎呦哎呦！啊，不行，啊，我把踢下去，踢不下去，可恶！可惜，我是好人。我有提醒你了，我有提醒你了，但他全套铁没办法。你来矿坑，你怎么没有装？我就直接坐标就来，就那个啦，啊。你挖个金，哦，你没有。不好挖金是不是？我刚才拿到铁，然后再做铁镐，正把钻石挖起而已，他就来了。哇，完了完了，大放送了！可以送我好多剑士，好棒！然后他记得送了，我送他两组剑给波波。完了，你好暗哦！因为哈基真好。所以我们这边只有一个狼，那你们两个就是好人。所以月月真的是狼狼人，他都杀了我了，他对对，哎，我先手了，他先手动我，哎，大姐，你真的好人啊，你还是再挖一下啊，爸爸你在哪里？我是好人，骗人。哦，你这里爸爸你好漂亮，爸爸。哦，这里要怎么出去？好暗哦！啊，对你有，我死掉是旁观很亮，哎，很漂亮的地方，哎，好猛哦！所以很多树，应该是往上。僵尸，你在偷摸？偷摸？偷摸？你这里啊，哦，你加油吧！没地方，哦，反正你那里很多毒蜘蛛，你快跑！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快跑，快跑，真的跑！他们在后面追过来。真的合成台啊？为什么这里有合成台啊？你不要想不开。你可不可以？你要不要堵住那里啊？很危险的。他跟过来了吗？没有吧？是没有啦，但还是会替你担忧啊。哦，谁？哎呦，哇，那个三只，哎，欸，看到你跟疯了一样哦。哇，你这里就密密麻麻的，下面是废矿了，欸，不要，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对，那个废矿我也没看到箱子，所以我觉得不用。嗯，是谁？有一个，只是有点远。但那里是安全区，看你有没有兴趣。哪里？
背框吗？看一下哦。负。哎，你不要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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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走。我到，我到，我到。哎，哎呦，等一下，哎，你在哪里？哇，好远哦，超远呢。有一两百个哎，你确定？可以啊。好，是这个，是这个高度没错，三十九。然后一直左前方前进。左前哦。影月跟 Bobo 不是同队的。影月刚才后面，后面，后面。这里。没，繁星你后面，你后面看，看向洞，对对对，这里，然后左转左后，后面后面那里的，对对对，顺着这里走，可以稍微靠近一点点。哦，音乐大魔王他现在在矿坑，音乐来到矿坑了，真的假的？他把波波赶跑了，这里哇，波波去哪了？对你先往这里挖，我再找一下，刚刚看了又不见了，就。啊，我这里没问题。你的 X 要付更多。记得刚刚在这里。完了完了。这铁哦，现在不缺铁啊。趁现在丢跳过去，这快！你再看看，哎呦呦，看到箱子，看到箱子哦。对，你先往这里挖，然后等一下再右转。等一下，这边界有点快。你可以往下一点，在三九，你下面会看到刚好有一个废矿洞，你就往下，这也是安全区，你可以顺着这个，对，这边要右转，接下来就直直右转。哎呦，这样，哎，对对对，哎，我这我刚来过啊，边界边界边界来了，这里，好的好的，有有有，你这里直直往前挖，可以看到，快挖到，挖个二十个，挖二十个，波波加油，挖到了。哎、欸，其实这里有两个，哎呦！音乐拜，阿边界，啊、我月月，哇！有环境看到了，阿边界，左边左边，来不及跑，怪人，怪人，怪人，太老唔通惊，哇！两个点。哦，你哎、欸，你附近好多呢，好多呢。哎、欸，你右边那边刮过去就又一个了。哇，右这里是左，这里是左，这里是左。哎、欸，这里是左，右边右边是这个不是那个吗？假的吗？哦，好，假的，假的假的。你说这里啊、哦？对对对对对，你那里挖过去就有了，挖过去挖过去。哎、欸，这里有一个，修补。修补哇，爸爸，你这样你队友都死了，你会不会很难过？我队友都死了、啊、好的吧？你就发，然后反正你这边往上挖，面对哪里？就是、上面近上面的矿坑，这里啊、哦？你在有一个很近，有一个很近，你在哪一个？这样子吗？你直直往上，你直直往上挖，对吧、啊？对吗？有没有没有？还好，然后往右往右往右挖，这边。对对，大概挖个五到六个就有另一个了。哎，你小心地上哦，怕会掉下去。那里不是安全的。再往前一点，再往前。可恶！右转右转就有最后一个了。刚刚没有，他差点被夹死。他挖了最后一个的时候，刚好是黑曜石卡在那边。哦，可以给你吃了。那你接下来是好吧？九九。因为我刚才泡他话、啊。九，反正要记得往中间哦。我去看一下爸爸。好，爸爸，你的位置要赶快跑哦。X， 我前你还好，你是要跑 Z 啦，你 Z， 哇，你 Z 好远。对呀、啊，你要直直挖，直直挖，赶快挖了，赶快挖了，来得及啦，没事啦。真的吗？爸爸，我觉得你往上挖比较快。妹妹，你先往前，你先往前，可以的，可以的。直走。哇，你好远哦！哇，好远哇！超远，你要来不及的。我觉得你往上比较快，往上就垂直通道往上，用地表去跑。哎、欸，真的，我觉得你垂直往上说不定还可以哦。好，我的头，直走就好了嘛。前面还遇到怪、太暗了，太暗了。你要往上就是直直往上挖，直直的笔直往上挖，啊、然后就垫脚在地板。哦、oh. ，对对对对，应该还来得及，你赶快赶快，你这样上去大概一分钟，
按按也没关系，快，地板都垫。哎、欸，快！好，拜拜，我是坏人，耶！哎、欸欸欸，真的被我猜中了，队友都死了。我怎么相信你？哎呀，我真的我干嘛说自己啦？闭嘴！我不要听。你为什么突然说自己？去下面吧，爸爸。你滚！你滚！去你们背叛者 DC！ 天哪，我们居然有两个！天哪，繁星是我们的希望了。Bobo 在地表，还有钻石、衣服跟裤子。哇！刚刚那个钻石是我挖的，气死了！他现在在找苹果，他想要做金苹果，还有一堆的黄金。哇，所以其实现在干掉他其实是好事的，因为他还没有血，不然他等下血就起来了。你看要不要去地表？有，我想去。哦、好，要不要早点死，让他去羞辱发发。出，你出来之后你要装，看座山，他在山的另一边，山的另外一边。对、啊，反正就是要过一座山。对，你出来你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山。你这边可以先直直往上，不然你这边更高山。这里啊？对对对对对，垫上去。右边，对对对，这里，这个高山过去就是，嗯，你可以绕右，这个一面向山，然后往右走，就简单就绕了。这边你还没看到？不是不是，后面，这里，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走，然后往右绕，不用爬不用爬。他等下会被边界压过来，所以，堵他吗？你在山上可以吧？这里有、哦，你这边就可以直接绕右绕整个绕过去，但是边有点靠哦。对啊。哦、你是安全的，可以你现在安全，安全，现在安全，你现在安全，你要不要右边对，右边直接绕比较快，绕过去就可以从背后偷袭他，就贴着山走，哇，他已经有吃了一颗了，他附近没有任何的天兵，对，贴着他，贴着他，对对对对对，这里这里，到了吗？到了吗？看哪 ID 了？前面就看到了，快，他现在没有天兵，快点，他在这边打，哇，他在跑，可恶，他在找树，他在找树。他在打树，他在打树。他附近还没天兵，还没有天兵，还没有。暴击一下，两点一点伤害，太厚了吧？哎，小心点！还跑还跑，加油！加油！加油！哇，还能盖的！转转转转呐！打的转，哎呀！黄金黄金钻剑钻剑，哎呀！我好抖啊！你去打树啊！哇！刚好看到天眼币没有在这附近，太棒了！爽，发大财！裤子在里面，还有很多剑士，哇！哇！发了，手好抖哦！没事没事，你当初在打招呼，就这样而已吗？还有赚的吗？这个，没了没了，是边界都已经说完，他怎么会自息？他是。还有很多铁啊，看你有没有要。可是应该也没办法附魔，直接传在边界外超远。那应该是 bug 吧 ？bug。QQ 地图坐着哦。哈哈，爸爸，打错打错，要打爸爸打的，哈哈，哦，哎哎，繁星队，你要小心边哦，往哪边？这边，对对对，他们在地，你前面有没有看到绿宝石？有，他在绿宝石的下面，在前面一点点。我觉得你可以先不用理，他们还在地底。你，你旁边是谁？喵花，喵花。哦，拍死拍死拍死！后面看到是秒花哎，这边投入很多。我要睡，再下再下睡啦！哦，哇，他们都在那边偷看。不是，我不知道他干嘛。想说没有啊，剩我们两队了哎，为什么要蹲我？还一个嘞，剩一个在底下。哦，你蛮紧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边对不对？他要上来，他要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岩浆，这个，哎，前面那个。树下面，树下面，对对对，哦，
对，在你现在挖的这个正下面而已。哎呦哎呦哎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呀，哈哈哈哈，我什么？可怜呐，迪斯，正上方，哈哈哈，丢垃圾，他上来了上来了，啊空手，他空手，他紧张的空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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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摔下去啦，他掉了好两滴血，是啊，对，你跳下去直接跳下去揍他了，哎，天降兔兔，哇哇，谢谢波波啊，谢谢哈基的装，我的钻石，哎，装备转移速哎。没有，我先借放在波波那边，然后波波来就给你。嗯，还有拿到利息了，转到外面，好惨。我们装备转移数哎，他装备已经被波波夺走了，最后又还给繁星了。哇，转移之术，我在打苹果，你们把苹果拿走了，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就看到，哎、欸，你附近没有天眼兵，哎、欸，快快快，正正走，快快快，他在这边打苹果，偷袭偷袭。哎、欸，当然一开始那个被慢走的时候，就敏出隐月应该是坏人。我就想说，哎、啊，要不要烧他？算了，还是不要。我就去挖我的，然后换一下从后面烧我，然后他就烧你。你都这么笃定是我的，我就直接弄你了啊！我就被烧，好凶哦！而且那个火怎么烧这么久啊？我觉得是应该是我岩浆桶也想要烧你，也不小心烧到自己了。哦，被吓到。我想是怎么烧这么久，慢慢的，哎呀，没事，不要担心啊。背叛者三个都被边界加持，哈哈哈哈哈。是爸爸，那时候我超相信他，他说可能是哈基，对，我们是在怀疑哈基。然后哈基他就说不是，你为什么想？那应该两个都在你们的，不相信我，想不到吧？想不到吧？从头到尾说，爸爸，你都骗我。不过我最后完成我的心愿了，就是获得宝藏耶！然后他去找到宝藏，我上次找到我，是不是？对，那时候看到你来，我想说，我虽然怀疑哈基是坏人，但想说还是跟他讲没事。我上次就是一颗血，然后没有打到，这次有，至少传到，能传到，传到，给我传到。钻装，然后被一个兔子直接，我很紧张，我。在打苹果，你超慌啊你！对啊，没有，我觉得啊，村中不是会有苹果吗？没有苹果？问号哦。最后提示，直接被打下去，你直接摔下去耶，那还有剩两滴。你说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往上挖要挖两格宽啊？因为我怕被历史，你可以脚下插火把。你看吧，跟我讲的一样吧。脚下插火把就好了。你说，如果你挖两格宽的话，历史压到你，你会被推到另外一个，你会直接摔下去、欸，直接摔死了。还是一样会被推。那有历史的话，你就跳跳跳跳就可以跳起来，除非很多啦。脚底下插一根火把就好，插火把就好了，插一根火把就没事了。好的，你学会了，往下才要小心，往上就不用那么多怕。学会了，哎呦哎呦哎呦，笨笨笨。喵喵喵！好死啦！耶！大地图，耶！大地图了。哎，留到最后真的好紧张，你知道我刚刚在砍波波，其实我手很抖。我想说，我打得赢吗？我真的打得赢吗？这样子其实很抖、哦。要跟我合是不是？好啦，等一下不开啦，等一下魔力就先休息，我私下先玩一下啦，因为我也没什么精神，我现在其实就昨天就感觉有点身体不舒服，然后刚刚去拔罐发现就是中暑蛮严重的，对啊，所以今天就到这边好啦，感谢各位，明天中午再来开。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都没播到广告。
大家晚安喽。